计，灾厄受命。真理法规，杀意如刃，消灭一切虚妄。修罗之境，不堪一击。在这个领域中，我们的能力全被压制。却是只能够集成一个神器，但小五曾以献祭的形式与小三灵魂相融，所以当小五自愿成为修罗魔剑的载体后，小三便可避免神器冲突，通过灵魂的牵引同时调动双神神力。正是因为小三小五的完美契合，才产生了这完美的武魂融合技，双神共存的奇迹。只是徒劳，接受失败的命运吧。